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I'm Well 中心。今天我们会来讨论基础的正念呼吸方法，同时我们也引入了手上的手印。我们的这个组织是叫做 I am Well 中心，或者叫做 I'm Well 整合医疗中心。正念或者说 mindfulness 这个词大家都听说过，现在有非常多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面，所以我们从某一点，为了从某一点出发，我们把我们自己所擅长的品牌也融入进来。所以首先是介绍，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是激发了我们的交感神经，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是使用激发我们的副交感神经。交感神经是这些激发性的需要去应付的系统，副交感神经是让我们这些放松的系统所激发的。所以我做这个简单的练习，来做吐呼吐气副交感神经，吸气交感神经，然后同时会教给大家怎么样来逐渐建立起来自己的技巧和练习。副交感神经都属于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是怎么样运作。同时你应该自己也多做一些相关的阅读。当我们开始接触一个新的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先拿自己来做实验，先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。当我们真正有感觉，有信心这个技术这个技巧是有用的，我们再把它教授给我们的同学。还有第三部分反射，所以在反射这部分，首先是呼吸。吸气是通过鼻腔呼吸，做四个一二三四四拍的节奏。吐气是通过口腔吐气，所以鼻腔进口腔出。在吐气的时候，一共要数八拍，所以我们吸气用了4秒，而吐气用了8秒。然后前面有介绍，吸气是激活我们的交感神经，吐气是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里做的是想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起更多的作用，是交感神经双倍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里的练习是让我们的身体的放松系统被激活。这个放松的反应会对我们的身心结构都有帮助，对认知层面的健康也会有好处。在做这个呼吸练习的同时，我们也会用手印。什么是手印呢？手印是我们手上的封印，其实也可以是身体任何的方面都可以参与进来。我们在能量层面有所提高，所以换而言之就是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。做这个非常简单的手印，把大拇指伸出来，然后另外一个手的四指包裹住大拇指，四指拿上来，上面这只手的大拇指触碰下面这只手指的中指的指尖，这个就是上课模状。手印会使我们的能量更集中，可以使我们的练习事半功倍。名字 Shankha， 是海螺的意思。这个手印看起来也像海螺的样子，所以把手印结好了以后就放松，可以闭上眼睛，通过鼻腔吸入4秒，然后通过口腔呼出8秒。我们的呼吸的数数是在意识当中默默进行的，吐气吸气4秒，吐气8秒。下面我来做三圈的示范，一圈一呼一吸为一圈。
可以看到老师是通过鼻腔来吸气，通过口腔来呼气的。慢慢的、缓缓的，可以把结的手印打开。刚刚的这个演示是非常短的。当你在做练习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做10圈的练习：吸气4拍4秒，吐气8拍或者是8秒。所以吸气的4秒加吐气的8秒是1圈，然后一次练习要做10圈，早上、下午和晚上各做10圈的练习，做这样的练习5天之后，然后可以回来告诉老师自己的睡眠状况怎么样，自己的生活状况怎么样，自己的意识状况怎么样，他应该会对你的认知，对你的意识非常有帮助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后续还会在频道里面分享更多的技巧。